有抓到吧？哎、欸，脸书上这个女生是谁啊？我同事啊。那为什么她勾你手啊？照片错位吧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可是你看，你们靠很近哎、欸，你们是不是在搞暧昧？我只是普通朋友。你偷吃，你出轨，我不承认。无聊。哎、欸，你看肯德基又出新口味嘞、欸。是啊。哎、欸，你前女友问你还记不记得你们一起去吃过餐厅 ？Baby， 其他女人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你想吃肯德基，又香又甜，风味炸鸡。这个女的不错正哎、欸。再听了，肯德基。你干嘛、啊？吃醋啊？没有。我闻到一个酸酸的味道，这里有人在吃醋哦。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有，恋爱的味道，是死亡的味道。有在跟学妹传讯息哦。哎呦，人家只是问他有没有起来上课课嘛。哼。不要生气气嘛，好不？那谁是你主人呢？哎、欸，你昨天跟妹吃晚餐都不用跟我说吗？好、哦，现在要来说是不是？来来来，你去年哈、哦、晚上七点半跟男同学偷偷去吃饭，你有跟我说吗？你还敢说？两年前你跟女同学去看电影也没有跟我说啊？你三年前跟学长单独上阳明山，你又跟我说了。你三年前不是跟我在一起？干嘛翻旧账嘞？耶、yeah! ！来来来来来，吃吃吃，不要客气哈、哦！来来来，哎、欸、来，本宫的呢？用最特别的炸鸡献给最尊贵的你。有多特别啊？肯德基又香又甜，风味炸鸡用酸甜鲜肉酱熬成清爽酱汁，一口咬下，让你幸福为三甜。快乐似神仙。嗯，好吃。来，我还没原谅你，不准吃。是是是，奴才该死。哎、啊，你干嘛啦？你是不是觉得那女生很漂亮、啊？你比她漂亮。那你是不是觉得她身材很好？我在想。怎么会有女生长猴子？所以你喜欢男生？我喜欢的人是一个正妹。谁啊？不就在这儿吗？哎呦，能捞就捞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还没看呢。哼，被我抓到吧？嗯？你认识我弟吗？哦，姐姐你好，你好。哎，都没有讲。走，直接走。你在干嘛？偷偷跟别的女生吃饭，我要跟你分手。你太幼稚了。你跟别人吃饭还骂我？你不知道，他爸爸是百货公司的负责人。你不是想开店吗？我跟他打好关系，之后你就可以在他们的百货公司里面开最好的柜位。我的用心良苦，你还不懂吗？哦，我误会你了。你昨天跟女生去吃饭？对啊。然后吃完还去看电影，对啊，你都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这次是我请他，下次该他请我。打正，快点！去啦！哎，你不看啊、哦，这边很精彩。